都怪我出的馊主意，我总觉得亲手做的礼物怎么着也比一条金项链好吧。妈这个物种，就是永远对你都抱有期望。你妈生日你就顺坡下驴，跟他们缓和一下关系，怎么还升级了呢？你不是没有去试镜了吗？你告诉他呀。我就不。而且我觉得你开这个淘宝店也不是长久之计，你爸说的那个博物馆的工作，你考虑考虑。不考虑。火山姐，我说真的，你这个淘宝店业务，我本来我就不赞成。你那么漂亮，还老穿那种制服出去，万一遇见那些心怀不轨的人，那多危险呀！你这是被害者有罪论。照你这么说，女人都不用出门了。不是这意思，你别曲解我。你看啊，你现在已经决定不做演员了，那也不用去生活中磨练演技了，没必要去经营那种跑腿的工作，你可以卖货呀。所以你打心眼里都看不起我跑腿是不是？当然不是。我听到就这个意思。啊，你现在是了不得了，你作品卖到国外去了，你混得比我们都好。教训人的话你张口就来，等你哪天要成了艺术家，我这个给人跑腿的闺蜜还高攀得上你吗？你神经病啊！我怎么你了？你还砸我？唐灿，你贱贱，你砸我，没人你砸我，还手！你神经病吗？你死定了，你知不知道？死定了！你敢打我？你神经病！我疯了！你才疯了呢！你神经病吗？你我你神莫名经其妙，病！我砸莫我！名其妙，我。谁让你砸我？吵架了？不是，你跟唐灿又怎么了？他说我，说你什么了？他说我看不起他的职业，他还说如果我成了艺术家，他就高攀不上了。你肯定不是这样的人啊！对啊，我们多少年的朋友了，他还不了解我吗？朋友之间吵架的气话不能当真。我去洗个澡，一会儿带你去吃冰淇淋。我现在根本就管不住我的脑子，我气死了，我都要。他怎么可以这么说我呢？他今天要是不跟我道歉，我今天晚上会爆炸。嗯，你，我觉得，我现在如果做一件事情的话，可以代替你想这件事。不可能，我今天晚上都过不去。那我试试。埋在沙子里，好好冷静一下。我去洗个澡，一会儿带你去吃冰淇淋。
赶紧洗脸吃饭。回家住吗？行，现在就要走吗？你笑什么？我从头到尾就没说让你回家住，是你自己说的。那你是不生气了是不是？哎呀，我想了想，你说的也对，别人不喜欢我，我有什么错呢？是是，你不用生气啊，都不是你的错。而且我顶多就是自作多情，闹了点误会。我这点尴尬，跟你比起来，算得了什么呀？据我观察，凌霄、贺子秋彼此之间还什么都不知道，你等于是同一屋檐下，欺上瞒下，脚踏两只船。这么好的一出戏，我怎么可能错过呢？作为唯一的知情者。我一定要亲眼见到你登上影后的宝座。你是魔鬼吗？嗯哼，开心开心，麻烦让一让。怎么都不说话呀？我走这几天出什么事儿了吗？秦明，我们之间的误会啊，没事儿，没什么误会。我们之间又不熟，有点误会很正常。不像你们三个从小一块长大，相互之间完全没有秘密，非常坦诚，对不对？小哥，嗯，你一会儿是不是要给你姨父送饭去啊？是啊，医院的饭又没什么营养，我多照顾照顾他。爸给我打电话说让我也买点东西去看看。你姨父怎么了？癌症，正化疗呢。能治好吗？还行吧，发现的算早，现在情况还算乐观。嗯，那就好。月亮回来了。回来了，过来吃饭。强吻我吧？不是，你把我想什么人了？我怎么可能强吻你啊？那我要是不太冷静的时候呢？神经病吧？那我就把你的头塞进冰箱里，让你好好冷静冷静。高手，高手，回答完全正确。不是，故意给我下套了吗？脑子想些什么呢？累死我了！累什么累？啊，对了，听凌霄说昨天晚上你和唐灿吵架了，怎么回事？他谁说我的？我不是要说你。我说，你看唐灿那指甲跟老巫婆似的，你要是跟他打，肯定打不过他。你不如想点阴招。怎么阴？比如他怕痒吗？挠挠痒痒。高手，高手。